欢姐妹听，而且可以 repeat 听很多次。我想说教大家一起学阿美族的话，那都学会学日文，都学韩文嘛，学一下阿美族的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要一直哈日哈韩，哈一下哈一下台湾好不好？哈台，哈一下还哈一下原住民，不要一直看那个偶像剧，韩国偶像剧或者日本偶像剧，有一天原住民拍偶像剧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的厉害了。而且我们对待那种阿美族爱上卑南族的不伦恋，好，下一集是卑南族爱上卢凯族的不伦恋，而且台湾有14组，我可以拍14集耶，哇，好悲惨哦！而且14组一起爱上平地的，好不伦哦，这样好吗？好了，我们一起期待啦，哦，那我希望魏德胜导演可以啊。他跑去拍《三百个包》来了，他本来是要找阿美族的那个爱情故事的题材，可是他先被赛德克害了，他要包去拍《赛德克包》来了，不知道他的电影要出来了吗？辛苦了，我也很期待一个全母语的电影，我真的蛮期待，虽然里面还是有日本人，可是日本人还是用日本的母语嘛，他们讲日语，对啊，就我也蛮期待的。好，那讲那么多了，还没有教你们唱我的歌。好，教你们啊，很简单，不会很难。这首歌叫《改油印》。改油印的意思就是，就是美少女，或者你可以翻译成辣妹，或者是未婚女子。中文的话可以翻译成姑娘，反正就是改油印嘛。那我们阿美族讲改印啊，可是为了要唱歌，就会加改油印这样。你只要唱改油印一起念啊，改油印，对啊，好棒文哦，棒哎，你们好棒哦，哎，试试看，我唱，嘿呦你就打改油印啊，乌玛安嘎乌拉汉，乌玛安嘎乌拉汉就是你喜欢什么，因为现在的很多原住民的部落恋在发生中，阿美族爱上非男族，对，是这样的故事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说，哎，小姐，你到底喜欢什么？为什么不会喜欢同族的男生这样？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嘿呦，哦，哎 ，key 好像不太对，不好意思。虽然我入围金曲奖，啊，这样好像被金曲奖评审不太好了。这样，心情好紧张哦。明明是自己的成品演唱会，一直讲到金曲。好，来试试看，哎。那我们一起唱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场所有的那个数位相机，我们同步开拍。然后你们说好，然后你们去剪接 MV， 这样我就省一笔钱了。然后我们一起放在 YouTube 了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好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来点掌声吧！Hey yo, hey yo, 乌玛嘎乌拉汉，Hey yo。
人的乱，都跟着让步，马无畏，马不高人，马不在意，人人都。